南嘿呦嘿呦，九九南嘎嘎南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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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九九南嘎嘎南嘿呦嘿呦。刚好迎来新加坡潮州八一会馆85周年庆，同时两年一次的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，也在新加坡主办。我们为这两个重要的庆典，筹备了一个柳秋囊、嘎吉囊的潮州节，可谓是三喜临门。潮州人四海为家，遍布世界各地，凭着刻苦耐劳、团结互助的优良品德、勤劳踏实、勇于开拓的献身精神，在各行各业中表现突出，也在世界发展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